始录11:33。好、哦，白滑、哦，好恐怖哦！你要小心哦。什么贴纸？租的店的贴纸？还是在反面？拜拜。再跟我们说呢，难不难？平的滑都比我快啊！
撞死了。做出我想要的啊！啊？哎，然后你看，它切回白滑不行哎。真的吗？好，你要不要？你先走，我跟你。你就专心走，对不对？那我不怕，我要转弯，不知道啊。一直到缓的地方才会有，先到缓的地方。好。那我们走旁边好了。
修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全部都封。不是，你看到又这里又封了、啊。好吧，那我们要走那个我手的下面的。下面那个。你先走，我才知道。好、啊。Thank you.
也超酸吧？啊，我也超酸啊。他有听到吗？他刚有讲话。他说什么？广东人休息。他好像也刚到。还是他已经进去休息了？脚底板超酸。所以不是啊，我们现在。他说他要来了。那就一起走了、啊。你说。就直接往下去，就去餐厅啦、啊。要休息几次？好想会穿死哦，这边我今天不要再滑那边了，有没有别的路可以下来？我不要再山顶了。他不去山顶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等，然后比如说就直接下去吃好了。那我们就在那个坐下去那个隧道等。哦，很热，我要把衣服打开一点。他就来，那就。哦，好热。好难受，妈。去，对啦，就是直接下去吃饭。哎呀，你还要再去做什么？那我要坐在地上等他。那个红线真的实在是不大行。不过那个我们都下得来了，那就发发我哥。哎，我已经摔死很多次，我已经摔很多次了。我觉得你一跳跳，你就会想要走。走了之后才跺脚，不是不是，站不住了。对，就觉得顶不住了，然后就往后坐，就摔了。你觉得顶不住的那一瞬间呢、啊？你赶快再踩回去，叫得回来。只是很累的。先放着，我要坐在地上等。好啊。觉得那样很挡路，不好意思。这会不会让我屁股坐得很湿啊？这应该也是雪吧。不然你去那个座位，你愿意走的话。我不要。不要。太热，我就是热啊。我去坐那边。那你都愿意走那么远，你为什么不去里面坐？因为里面会热，然后当雪都化我身上。
都正的下来，没有 S。为什么没有正反？你为什么都正的下来，都没有反过来？我刚看也没有反啊。我快热死了，而且昨天晚上的红，昨天的红色那个跳到不行，跳到不行，快要死掉了。昨天餐厅下来的那个红色，快要一咚咚咚咚咚咚咚跳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吃饭。你有累吗？还好。那个好玩吗？很松雪，所以很顺。很松雪，我会摔倒啊。不是那种很松的松雪，是黑线上面的雪。反正我们吃完饭还是得搭到最上面啊。嗯。而且我不想再滑那红色下来。所以我们去滑黑的。所以我愿意试试看。他们有一条一条跳吧？对，没有没有，他们有跳。他这红色因为很多雪，所以他就不会绑品啊。然后就很顺啊！刚刚那一条一条跳实在是……一条一条跳什么意思、啊？它就是被弄成一条条，所以你过去板子，我们横着过，它就这样，整个板子这样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我这颠到不行，快死了！我过不去。嗯？我也拉不了你。快点啦！杆子给我，杆子给我。可以啊。不行啊！啊，捉到你了啦！继续继续。你会害我摔倒。再一个，可以了吗？可以可以，你走啊。
感觉好多人在里面哦，为什么差了那么多雪具？拍一下照啊，好可爱。好啊，真的很可爱。你们两个过去吧。12:10。过去啊，过去啊。哦。你看 menu 还有那个呢，看起来不错吃。我要吃大那个饼，可以。他就写的 naan 呐。这是印度店吧？印度烤饼。来去。好。好，帮你。快热死了，完全没力气。你也累了吼。我没力气。真的很累。很累。但现在刚好人呢、欸，他们刚好把门打开，挡不住。好累。哦，挡不住，而且你人像的话，房子拍不下。不用啊，人像先不用拍房子，不要拍。哦，好。看没有？一、二、三，我再把你敲，你蹲回来过来一点。好，一、二。一二三，这个没有 life。好了好了，好来。然后拍房子的。好，房子的。没关系啊，房子的就没差。真的吗？横的。横的。然后有一个阿伯在后面，一二三。东装西装。他就在你后面，还是要等他走了再拍。东装西装。哦，不行。哦，还想把雪迹打掉，快瞎了，怎么这么亮啊？哎、欸，很亮哎、欸！救命啊！哦，咖喱奶是咖喱奶奶，耶、yeah, ！我要那个哈夫塞斯咖喱奶是，你可以吃哈夫塞斯。如果你每次都说你吃不下，我要吃大的。你要吃什么 ？Curry and nun 还有 hamburger steak。就右边那个、啊。和风哦 ，Locomoco 冻，好像很好吃，你点的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它看起来。还是我们要分着吃。可是中午不用吃那么多。要不要点一个披萨？好，我们跟着分着吃。那就变成三个了。汉堡排如果是那个你也吃。我们要点好多东西耶，可是我们其实没有。好。你自己决定啦。我都 OK， 我都 OK。妈妈。哦，我掉下去了。嗨。哎。啊啊啊！你还 Jeff？ 他丢雪球。他丢雪球打我啊！是我。嗨，来 Jeff， 来 Jeff， 来 Jeff。